Hello，Hello，Hello, 是 Justin 吗？Yeah，呀，我想要了解一下那个扣位的随机啊。OK，那是哪位啊？你现在方便听电话吗？可以啊。那么在了解这个随机之前呢，你有一位朋友呢，托我们呢把一些惊喜送给你。其实我们是一个网络电台了，他托我们把一些祝福语，还有一首点歌送给你。OK，Thank 好，那么呢，我先说他的留言啦，好吗？那么呢，他就说到韩元峰，恭喜你在扣位当经理一年了。的确，当经理不容易，没办法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完美。但尽力就好。过去你都一直为别人付出，为别人着想。希望今后的你多为自己着想，OK？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只要你找我，我都会在。你猜到是哪位朋友送给你吗？猜到！哇，这么容易猜了！我还想没几个人会做这种事啊！啊，对对对，我还想说不要告诉你先。OK，既然你猜到，我也不把他名字说出来了。那么呢，他就点了一首《过客》给你听，我就唱一段给你听了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你。好的，来吧。好。只是一个过客，从我的世界路过，我不敢想的太多，怕你看出我难过。也许我想的太多，却不能给你什么。努力把伤心变小，笑容变多就好了。我只是一个陪伴者，陪你伤心难过，孤独地承受着你那么多的失落。你想要什么？你说，只要我现在有的，我们之间的点。点滴滴，我一直都记得。呀，送给你 ，Justin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那么我也祝你呢，在扣位当经理一年呢，祝你之后都顺顺利利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，好的，好的，不吵你了。OK， 拜拜。好的，OK，Thank you。OK。